白家主，故人来访，你就是这样待客的？晚辈白无忌拜见陈仙师。参见仙师，恭迎仙师法相。白家主，当年我将余文静交予你手，并说过，余文静若有一丝一毫的伤害，就拿你试问。我，你叫素云芝，太阴素家家主，文静就是拜入你门下的吧？那现在他人呢？是鬼屋叫杀上门来，说要是不交出余文静，他们就要灭我苏家满门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你有本事，你去找鬼屋叫的麻烦啊！余文静被鬼屋叫带走了，好啊，敢对我陈北玄的朋友下手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先是息怒，陈先师，余文静之事大家都不愿看到，也不怪我六大家族。余文静若是没事就算了，若有不测，我就踏平你六大家族。这是哪来的规矩？明明是鬼屋叫抢的人，凭什么怪在我们六大家族头上？我陈北玄的话就是规矩，你若不服，先修到神境再说。余文静若有事，我首先拿你们素家开刀。前面就是鬼屋叫总坛了。陈仙师，我们六大家族前来相助，愿为马前卒救回余文静。仙师，带晚辈等人去捉了老屋主，向仙师请罪。嗯，炸开这道石墙，我们就能到达鬼屋叫的老巢了。嗯，开！好啦，所有人退后。石老真人的御土之术越发精妙了，我等望尘莫及啊！我们也进去吧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似乎有炸药开山的声音，山脚下发生了什么？不好了，西南六大家族联合攻上来了。区区六大家族也敢攻上我鬼屋教总坛？立刻传令下去，命令所有弟子和护卫一起御敌。诸位长老，随我去开启万鬼大阵，这一次要让六大家族有去无回。阵开！不好，是鬼屋教的护山大阵，万鬼噬心阵。这么多鬼啊！怕什么？诸多家主真人在此，更有仙师坐镇，便是再来十倍的恶鬼，也不够杀的。杀！上早就看鬼屋教不顺眼了。杀！注意警惕，小心他们下咒，控火术。不行，太多了，根本打不完。陈仙师，我们快抵挡不住了。幻神敌！这竟然是一尊半步神境的顶级鬼神。不是一尊，是五尊顶级鬼神。去，鬼魂全部消散了。这绝不是石老鬼的手段，他还没有这个本事。能够驾驭鬼神，难不成？快，立刻召唤祖师！鬼屋教今日遭逢大难，弟子不敌，请求祖师出手。出手！走吧，我们上去。祖师，您难道要放弃我们吗？是谁胆敢攻入我鬼屋教？是祖师，祖师显灵了！祖师这就死了？这可是一尊半步神境的鬼神啊！余文静在哪儿？你是陈北玄？禀告阁下，余文静。大长老，你要背叛我们鬼屋教吗？聒噪！你若将余文静的下落告诉我，我可以给鬼屋教留下一点苗裔，否则就别怪我踏平整个鬼屋教。禀告阁下，余文静已经被老屋主带着去参加巫门大会了。巫门大会？陈仙师，外面的鬼屋教教众已经全部投降了。
这些人也交给你们处置吧。你们知道巫门大会吗？巫门大会？余文静被老巫主带去巫门大会了。这巫门大会是干什么的？巫门大会类似武道盛会，每一届大会都会选出一位巫王，统领巫门各道，各家巫道教派都会参加。巫门大会的地址在哪儿？在华国边境一个叫巫山镇的地方。果然，我曾听闻就是在巫山镇。既然如此，我立刻启程。巫门大会不仅所有的当世大巫齐聚，而且还有巫门的祖传法阵镇守。陈先师此去真的能行吗？哼，陈北玄若败了死在巫山，不能来找我们麻烦岂不更好？